好，来我们看一下，下一步呢，我们要干什么呢？出子弹。这游戏跑起来，对吧？飞机可以跑了，是不是？下一步呢，我们要干嘛呢？出子弹。这个子弹呢，咱们也没必要像他那样四面八方拦，是不是？我换了种想法，你用四面八方拦也行，其实，就在四周生成若干子弹。在这儿啊，你不见得在里边，是在外面生成。生成之后呢，干什么？向里边飞呗，是不是？这样也行。或者我刚刚又想了另一种想法，当然这样其实也可以。中间有个位置，这个中心点向外生成好多子弹，明白了没有？子弹出来之后呢，碰到这儿以后呢，再弹回来，继续弹。啊，他是一直在乱弹，对吧？你就躲这些子弹就完了。游戏级别比较低的时候呢，出来10个子弹容易躲；级别比较高的时候呢，出来30个子弹，是不是就不好躲了？听懂了没有？来做这样的事儿。当然，我们也偶尔可以搞一个什么跟踪弹，对吧？这样的弹跟着你飞，是不是？干扰线路嘛，干扰思路，也许不也追上不爆炸，跟你那不接吻，对吧？碰不到。但只要跟着你的话，你下来你也对吧？下来你是不是下来你可能就方寸大乱了？所以这样我们可以加后期可以加这样的一些智能跟踪的弹，对吧？或者是一些其他子弹，威力更大的，是不是？好，但是我们现在呢，先不用管，我们先出什么？出子弹就完了。那我们来分析一下，这儿呢出了子弹，对于子弹来讲的话，它有这样几种属性。第一呢，坐标，是不是？坐标，第二呢，图片，当然我们这儿子弹呢，我就不想用图片了，因为没有找着合适的图片，啊，我就画一个点代替，行吧？画一个点代替一样的，其实，然后呢，生成好多不同的点儿，向外飞，它是不是还有飞的角度啊？有的是这样飞，有的是不是这样飞？有的是这样飞，是吧？它不一样的，方向也是随机的，听懂了没有？方向是随机的。所以，经过我们的分析以后呢，我们发现这个子弹啊，子弹叫做 bullet，它有什么属性呢？XY，坐标有没有？必须有吧？还有一个是，比如说这个 speed，速度，是不是也要有啊？它飞得多快，是吧？还有什么？degree，是不是有一个角度啊？对不对？给它随机的一个角度。好了，下面就是我们画子弹的问题了，怎么样画？public void draw graphics g，跑起来。然后呢，g 点 fill。大家还记不记得给大家讲过一个 fill 啊？填充一个原点嘛，是不是？x y 宽度高度，比如说十，x y 是不是我们的坐标？对吧？这个坐标，当然这个十这儿呢，你也别写死了，最好给它定义一个什么？这儿定义一个变量或者常量，明白了没有？听懂我意思没有？好，所以你呢，如果是子弹，对吧？有的时候大，有的时候小，那你就可以搞个变量。如果子弹呢，我就这么大，那你可以搞个常量，明白了没有？但是我们这儿呢，搞个就变量算了，对吧？也许我们以后要扩展了，是不是？子弹忽大忽小，这当然有点变态了。好。然后大家看，现在你说宇春老师这样画了之后，能不能看到子弹啊？看不到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背景是黑色的，它的画笔也是黑色的，听懂了没有？所以你要画子弹，应该把它颜色设一下，color，对吧？我们设成 yellow，黄色的，对吧？子弹一般是黄色的，这样是不是区分颜色了？不过呢，还是那句话，你要用之前呢，你把老的这个颜色保存一下，
然后呢，用完之后干嘛？再给别人还回去，是不是？好了，这样我的一个子弹就画完了。当然还有一点，不好意思，还有一点，这个子弹要不要沿着某个角度移动啊？要不要？要吧。这个代码因为已经写了，前面咱们就讲过了，所以我就直接写了，明白了没有？我就不给大家解释了。如果不明白的话，把前面的那个坐标移动的那些课再看一看。这里边我们怎么做？是不是 x 加等于什么 speed 乘以 mass 点 cosine degree？ 是不是这样的？啊？y 加等于，如果你不明白的话，再把咱们前面的课看一看，前面讲过了。好了，这样我就实现了一个沿着这个 degree 角度移动的一个算法，是不是？好，那当然有的说，老师，那 degree 从哪儿来啊？你这都是零嘛。我们说了 degree 是什么？怎么来的？随机的嘛。所以在我们在构造这个对象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干嘛？给它设好 public bullet， 这是不是构造器啊？构造每个对象是不是都要经过我来构造，是不是啊？这个里边我就可以进行处理了嘛。比如 degree 等于什么 mass 点 random 是吧，乘以 3.14 或者 mass 点 pi， 这是0到180之间的数吧，再乘一个二，是不是零到二派之间？能想得明白吗？这个360度不就是零到二派之间吗？然后这个 mass random 不就是乘以个零到一之间的数吗？看懂了没有？这出来一个随机角度了，从哪飞的都有。然后初始化这个 x y 呢，咱们也初始化一下。如果你现在不初始化的，它是零，是不是？它零的话，就是从左上角开始往下设。听懂了没有？好，你可以移动它这个角度，要不咱们先让它左上角吧，先这么设吧，没事，一会儿再进行修改。然后呢 play game 这儿呢，我是不是要画子弹了啊？ play game 这儿我是不是可以画子弹了？不过有个问题啊，有一个问题，这个子弹是不是有很多个？是不是有很多个？好，不止一个嘛，怎么办？用数组，是不是？不过数组有个问题，数组的长度是不是要确定的？说十就是十，说二十就是二十，是不是？可是我们这儿不一定，对吧？也许这个关是二十，下一个关是三十，是不是都不一定？那么大家有没有想到，我们自己曾经写过一个类似于 error list 的一个类啊，叫 my error list， 还记不记得？啊？记得吗？咱们不是自己写过一个吗？这样的类吗？对不对？在它里边是不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算法把这个数组进行扩容啊？对吧？好，当然我们这儿就不用我们自己的类了，因为你自己的还得 copy。咱们用 JDK 提供的一个类叫 error list， 方法跟我们前面给大家讲过的一模一样，没什么区别。泛型我们先不加了，他说建议是加泛型啊，咱们不加泛型了。看懂了没有？在这个里边呢，放什么？放子弹。听懂了没有？放子弹。所以说，老师，那我在这是一个容器，是不是？那我在哪儿给它放子弹呢？在这儿放行不行？不行。你在初始化的时候呢，给它放子弹，在这儿。加载窗口的时候呢，把子弹给你放好。在这儿呢，干什么？画子弹。听懂了没有？画子弹，所以我在这儿呢，大家看一下，来，生成什么一堆子弹，对吧？好，比如你要生成多少个啊，随便，对吧？这个数你规定，后期我们可以进行修改，50个子弹，是不是50个？然后给它丢到哪里去？
丢到容器里边吧，看到没有？生成了一堆子弹，然后呢，生成一堆子弹之后呢，我在这儿画的时候，我是不是要画这里边的一堆子弹啊？看到没有？于是乎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便利一下，听懂了没有？便利一下。泛型我们先不加啊，后面讲的泛型再说。int i 等于零 ，i 小于什么？是不是叫 size 啊 ？i 加加，然后呢，把这个 boolean 挨个取出来，然后怎么着 ？get i 转下行，看懂了没有？啊？然后干什么 ？b 点 draw 把它画出来，明白？然后在这儿呢，给它加一句话叫泛型，暂时未学，对吧？暂不加，以后学了，强烈建议加上。现在我呢在这儿重复的画 bullet， 有同学说老师这个累不累啊？这计算机对吧？还让他这么画，还是那句话，计算机就是搞这事儿的。你不让他搞这事儿，他痒痒，明白了没有？你不要嫌他累的，哎呀，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，就这样，你让他画就完了，一个个画，听懂了没有？要不他闲着干什么呀？来，看看子弹能不能出来。没有出来。我们看什么问题啊 ？bullet 点 list， 然后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同学们，刚刚应该是生成了，因为我们的坐标是000嘛，看到没有？然后呢，坐标是000，然后呢 ，speed 也是零。看到没有 ？speed 也是零，哎，生成又不移动，看到没有？所以我们得给它加个速度，叫十吧，好不好？然后再来一次，再试试。哎，出来一堆，看到没有？出来了一堆子弹，太快了，就变成三吧。我们的飞机多快？飞机是十是吧？都变成三，一样快。大家放慢，大家再看一下，要不就一闪而过。看到没有？出来很多子弹，不过这个不是我们想要的。我们希望呢，在中心开爆，对吧？中心开花，对吧？哗呀，全出来，对吧？向四周移动。所以，好做吗？好做，非常好做。现在 x y 默认是零嘛？我让它 x y 挪到中间不就完了吗？挪到我们游戏窗口的中间呗。窗口多大？constant 点 game 的高度除以二嘛，是不是啊 ？y 等于 constant 点 game 的宽度除以二，是不是我们的 x y 就到中间了？跑起来看一眼，看着没有？对吧？发散嘛。好，当然这个还不够过瘾，为什么呢？我希望它呢到了边上之后再弹回来，对吧？边上之后弹回来，别往外跑了。因为什么让它弹回来呢？因为你要往外跑的话，又涉及到一个容器里边销毁的问题了。销毁的问题，我们暂时还没有学容器，就会有问题，所以会引入一些新的知识点。所以呢，就把这个逻辑变了一下，让它弹回来。子弹就这么多，对吧？你再弹回来，听懂了没有？会做吗？哎呦，太会了啊！天天搞这个，这里边怎么办？不是写过那个台球了吗？是不是？哎，怎么写来着？我抄一下。game 几来 ？game 零四，这个吧 ？game 零五，咱们上次学的。哎，也不是这个，哪个是台球啊？
我记得咱们写过一个 degree 零四 degree 零三是这个吗？不是这个。哎，给我删到哪儿去了？删了好多，是这个吧？啊，同学们，是这个吧？粘过来就完了呗，好不好？粘过来，我就不再写一遍了。如果你觉得疑惑的话，把那个前几次课的内容再看一下。当然，你在这儿呢，就不要写500了，因为我们有了常量，是不是该引用一下？对不对？Constant，来跟我一起来，点什么？Game 的。高度吧，应该是，就是 y 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减三十的话，就那个标题栏的宽度，这是一样的，那你就这么写就完了。这个是不是宽度？啊，叫 constant 点什么 game 的宽度？好，不好意思，这个三十呢，不是那个标题栏的宽度啊，是这个飞机的宽度，子弹的宽度是吧？是不是子弹的？啊，这个三是标题栏的，这是子弹的那个宽度。那么我们子弹这儿，咱们是不是定义这个宽度和高度了？看到没有？宽度高度我们已经定义了，所以我在这儿呢，就干脆减一个什么，减位置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在这儿呢也是减什么？啊不，减错了，这是 width，这是 height 对不对？是吧？这样是不是更完美了？来，跑起来，看子弹会不会乱飞？看到没有？然后你要能躲过去算你牛，对吧？这个难度比那个还高。是不是难度更高啊？这个，你10秒都坚持不了。好，出了这么多子弹了，我们的又一步做完了，是吧？又一步做完了。